你好啊，我本人是黄梅秋的，我服务行业呢就是做那个医护那个那些姐姐啦，我翻学的就是食介绍，我食了这个灵芝那个呢就对人体好啲嘅，即系我嗰初初嚟咧未食咧，咁啊我嗰啲血管啊乜嘢都系偏高嘅，咁啊我食咗一个月咧，咁啊身体就好咗好多啦，咁啊即系我本人都会介绍人哋食嘅，即系我持续我都会去买嚟食，咁我对自己身体好好多啦。